中东大国亮出底牌，美军舰机迅速撤离，俄大为称赞，很明智的选择。为了报复此前在阅兵式上遭受的恐怖袭击，伊朗军方下令向叙利亚的境内发射飞弹，成功摧了叙反对派一处阵地。而伊朗发射远程飞弹的消息出现之后，就引起了周边各国的不同反应。首先发生的是以色列，他们警告伊朗方面不要轻易使用自己的远程飞弹，一旦弹头失控落入以色列，伊朗手中的底牌将会成为覆灭他们的导火索，同时叙利亚战场的局势也会变得更加复杂。能够让中东综合军力最强的以色列提心吊胆，正是因为伊朗手中握住的硫氰三型弹道飞弹。俄罗斯则声称伊朗发射远程飞弹打击叙境内叛军目标，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而五角大楼则撤离了部署在海湾的大批军舰和飞机。赞助商链接。这款弹道飞弹的弹身长度达到了16米，直径则达到了 1.35 米，拥有16吨的最大发射重量，持续燃烧时间达到了110秒，可以实现13吨的极限推力，在这个参数的作用下能够实现 1.2 吨的有效载荷，战斗部可以则可以携带从760至1158公斤的弹头，最大射程根据弹头的不同，从1350到1500公里。虽然是采用的惯性制导，但是精度可以达到190米，拥有助教雷出色的性能。无独有偶的是，就在以色列做出声明不久之后，美军在波斯湾海上的部署就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根据美媒的披露称，美军开始不断抽调驻扎在波斯湾的驻军，尤其是此前同伊朗进行对峙的军舰、战机以及飞弹。赞助商链接。虽然白宫方面一直强调要对伊朗采取高压态势，可是军方的行动显然没有和白宫达成一致。有专家分析称，除了忌惮来自伊朗方面的飞弹威胁之外，美军航母由于常年在外执勤，因此缺乏足够的保养和维护，如果再继续这样超量作战，将会使得美国海军的状况进一步恶化。美军的悄然离场，让伊朗方面松了口气，相对的则是美军的反导系统目前正在承受住巨大的压力。经过了近十年的苦心发展，伊朗的硫氰三型弹道飞弹目前已经接近大成，再加上伊朗的飞弹库，如今已经达到了超过1500枚的数量，美军在海湾的反导系统很难做到有效拦截。此前胡塞和伊朗都分别向沙特与以色列发射过飞弹和火箭弹，但是从战后的统计数字来看，无论是美国出售的爱国者3系统和以色列自造的铁穹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伊朗打算实施饱和打击，
那么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军的海湾基地，都将遭到灭性的打击。为了报复此前在阅兵式上遭受的恐怖袭击，伊朗军方下令向叙利亚的境内发射飞弹，成功摧了叙反对派一处阵地。而伊朗发射远程飞弹的消息出现之后，就引起了周边各国的不同反应。首先发生的是以色列，他们警告伊朗方面不要轻易使用自己的远程飞弹。一旦弹头失控落入以色列，伊朗手中的底牌将会成为覆灭他们的导火索，同时叙利亚战场的局势也会变得更加复杂。能够让中东综合军力最强的以色列提心吊胆，正是因为伊朗手中握住的硫氰三型弹道飞弹。俄罗斯则声称伊朗发射远程飞弹打击叙境内叛军目标，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而五角大楼则撤离了部署在海湾的大批军舰和飞机。赞助商链接。这款弹道飞弹的弹身长度达到了16米，直径则达到了 1.35 米，拥有16吨的最大发射重量，持续燃烧时间达到了110秒，可以实现13吨的极限推力。在这个参数的作用下，能够使现 1.2 吨的有效载荷，战斗部可以则可以携带从760至1158公斤的弹头，最大射程根据弹头的不同，从1350到1500公里。虽然是采用的惯性制导，但是精度可以达到190米，拥有助较为出色的性能。无独有偶的是，就在以色列做出声明不久之后，美军在波斯湾海上的部署就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根据美媒的披露称，美军开始不断抽调驻扎在波斯湾的驻军，尤其是此前同伊朗进行对峙的军舰、战机以及飞弹。赞助商链接。虽然白宫方面一直强调要对伊朗采取高压态势，可是军方的行动显然没有和白宫达成一致。有专家分析称，除了忌惮来自伊朗方面的飞弹威胁之外，美军航母由于常年在外执勤，因此缺乏足够的保养和维护，如果再继续这样超量作战，将会使得美国海军的状况进一步恶化。美军的悄然离场，让伊朗方面松了口气，相对的则是美军的反导系统目前正在承受住巨大的压力。经过了近十年的苦心发展，伊朗的硫氰三型弹道飞弹目前已经接近大成，再加上伊朗的飞弹库，如今已经达到了超过1500枚的数量，美军在海湾的反导系统很难做到有效拦截。此前胡塞和伊朗都分别向沙特与以色列发射过飞弹和火箭弹，但是从战后的统计数字来看，无论是美国出售的爱国者3系统和以色列自造的铁穹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伊朗打算实施饱和打击，那么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军的海湾基地，都将遭到灭性的打击。
为了报复此前在阅兵式上遭受的恐怖袭击，伊朗军方下令向叙利亚的境内发射飞弹，成功摧了叙反对派一处阵地。而伊朗发射远程飞弹的消息出现之后，就引起了周边各国的不同反应。首先发生的是以色列，他们警告伊朗方面不要轻易使用自己的远程飞弹。一旦弹头失控落入以色列，伊朗手中的底牌将会成为覆灭他们的导火索，同时叙利亚战场的局势也会变得更加复杂。能够让中东综合军力最强的以色列提心吊胆，正是因为伊朗手中握住的硫氰三型弹道飞弹。俄罗斯则声称伊朗发射远程飞弹打击叙境内叛军目标，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而五角大楼则撤离了部署在海湾的大批军舰和飞机。赞助商链接。这款弹道飞弹的弹身长度达到了16米，直径则达到了 1.35 米，拥有16吨的最大发射重量，持续燃烧时间达到了110秒，可以实现13吨的极限推力。在这个参数的作用下，能够使现 1.2 吨的有效载荷，战斗部可以则可以携带从760至1158公斤的弹头，最大射程根据弹头的不同，从1350到1500公里。虽然是采用的惯性制导，但是精度可以达到190米，拥有助教为出色的性能。无独有偶的是，就在以色列做出声明不久之后，美军在波斯湾海上的部署就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根据美媒的披露称，美军开始不断抽调驻扎在波斯湾的驻军，尤其是此前同伊朗进行对峙的军舰、战机以及飞弹。赞助商链接。虽然白宫方面一直强调要对伊朗采取高压态势，可是军方的行动显然没有和白宫达成一致。有专家分析称，除了忌惮来自伊朗方面的飞弹威胁之外，美军航母由于常年在外执勤，因此缺乏足够的保养和维护，如果再继续这样超量作战，将会使得美国海军的状况进一步恶化。美军的悄然离场让伊朗方面松了口气，相对的则是美军的反导系统目前正在承受住巨大的压力。经过了近十年的苦心发展，伊朗的硫氰三型弹道飞弹目前已经接近大成，再加上伊朗的飞弹库，如今已经达到了超过1500枚的数量，美军在海湾的反导系统很难做到有效拦截。此前胡塞和伊朗都分别向沙特与以色列发射过飞弹和火箭弹，但是从战后的统计数字来看，无论是美国出售的爱国者3系统和以色列制造的铁穹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伊朗打算实施饱和打击，那么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军的海湾基地都将遭到灭性的打击。为了报复此前在阅兵式上遭受的恐怖袭击，伊朗军方下令向叙利亚的境内发射飞弹。
成功摧了叙反对派一处阵地。而伊朗发射远程飞弹的消息出现之后，就引起了周边各国的不同反应。首先发生的是以色列，他们警告伊朗方面不要轻易使用自己的远程飞弹。一旦弹头失控落入以色列，伊朗手中的底牌将会成为覆灭他们的导火索，同时叙利亚战场的局势也会变得更加复杂。能够让中东综合军力最强的以色列提心吊胆，正是因为伊朗手中握住的硫氰三型弹道飞弹。俄罗斯则声称伊朗发射远程飞弹打击叙境内叛军目标，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